想事成好运来，虎年大吉鸿运开，金虎送福。有颜有料有才华，主创很淘气的粉丝们大家好，我们是 V2One。哇，哎，等会儿这个给我要不给点钱啥的，我看不过去。这个诚意呀，不是很多呀。张家园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。一提到过年，你一定会做的三件事是什么？抢红包，看主创很淘气。太好了。这肯定是你。就是出去爬山，然后我抢红包。瓜子，真的很爱嗑瓜子。不是，是它背面的味道，一吃就是在嗑。它就是咸的时候，想加的时候。最爱的瓜子口味是蘸核桃。哦，我也是。我是收压岁钱，花压岁钱，攒压岁钱。在腾讯视频看动画好，睡懒觉。加上的，最后一个要压。哈压压，大笑。哇，压到了，压到了。现在过年还能收压岁钱吗？好的。我，但是没有什么情谊。我从我22岁，我也是2年前就中，反正别人给我一定会说，我从来不会拒绝。哎呀，谢谢，这样把口袋掰这么大了，哎呀，不要。大人会让你在亲戚面前表演节目吗？不会。我在和真表演，好实在。成人饭上最期待的一个菜是什么？我妈做的所有菜。关门上。我也是那个，我妈做的那个就是这么大的一块的烤肉。清蒸鸡，现在你们可以开始上红包了。那就是这个，切，不见红狗。好看一下，哇，一家呀，好亮哎，但是没有我这么漂亮。哇。那个外星人是还没到吗？哦，林木，你这个也太适合了。那我们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吧！好，3、2、1，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！